说点什么呢？说点实事儿。真实的小故事，说谁呢？说刘老师的实事。我的，哎，说一个电视台不让我播的实事。真实的实事，我就喜欢这个，我就喜欢他。我师傅快把你清门了。刘老师了不起，说相声、说学逗唱、普通功课全都熟了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最大的爱好喜欢唱歌。声乐，但是由于先天的条件不好，唱不了歌了，那不行。哎，但是人家不放弃，把这方面的爱好建立在别的方面。我干嘛？建立在放屁上。一上一下，那跟一般人不一样。早上起来四点他就开火了。他起得早，是要比他起得晚，麻烦了。用不了五分钟，这屋里边辣眼，找不着门，臭，屁股太屁，塞牙那么臭，窝窝屁，呼口那么臭，电线屁臭一溜，蛤蟆屁臭一坑，要胀的屁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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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胀的屁出溜出气，出溜出气，二分钱羊杂子你还有点堵，深山老林你还跑地谱，村大有牛叫唤，水屁带嘟噜的，那哪是屁呀、啊？勾点芡就是屎啊！北京的小吃卤煮火烧，是这个，就是猪的下身、肠子呀、肝啊、肚啊什么的，哎，一块肺，一块肚，哎，他那还没开火呢，进门一看，这盆里有猪大肠，怎么切？我在身后，吓一跳，还切太多，一点儿就不敢切了，一直放一盆，一盆的猪肠子，倒出来一个。叫什么叫鱼？开着门掀开了被子，搁身后头盘好了，盖上被子，关上门，刚关上门，里边开火了，吃火，十分钟战火硝烟灭，刘先生脸色苍白，飞一般就出来，唰进了厕所，咣当就把门关上了。过了十分钟，一身轻松出来。媳妇儿，你说那事终于发生了，我没关系，我又给塞回去了。